师傅讲，在这支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让我工商时间一下下，因为我见影片上线的时候有提到我在 Instagram 跟 Facebook 的团购 Duo 卸妆膏，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他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就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想说，确实我的 YouTube 跟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是两个平行世界，所以我想说在这支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正在团购中的商品。那我不想看的人就可以直接快转，就可以直接看影片开始。那跟大家说，我现在正在团购的是点生活的综合蔬果发酵液。那大家看到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团购时间应该只剩下不到3天，因为我接团购都一定要试用很久，我自己喜欢我才会接。那这一瓶我自己是喝了2个月，在日本有喝，回台湾也是继续喝，那现在回日本还是继续喝。那我真的很喜欢才开了这个团购，要跟大家分享。那这一瓶综合蔬果发酵液，它是非常多的蔬菜跟水果发酵545天，不加一滴水，它每一滴呢都是精华，可以帮助肠胃蠕动，也可以帮助消化，非常适合外食族补充营养。那因为它是纯素的，素食者也可以喝，因为日本现在真的很热的关系，有时候会很想喝饮料，但是喝饮料对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来取代饮料。那因为这一瓶它里面每一滴都是浓缩的关系，最好的喝法是5:1，他们都会有附一个小量杯，是 30cc 到 30cc 的发酵液，再配5倍的水， 150cc 的水进去，然后就可以喝，然后也可以加一点冰块，喝起来就非常凉爽。它这个喝起来有一点果醋的味道，可是不会像醋那么酸那么呛鼻，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因为现在团购中，价钱真的非常优惠，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资讯栏，然后我的 IG 精选动态也有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影片啦。Hello， 大家好，ルちゃんです。ルちゃんです。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我跟文当在网络上看到一家非常非常有趣的旅馆，叫做 Splash Kawasaki。它这一间呢，他们主打说是可以住的电影院，好像在日本最近蛮流行的，所以想说就来预约给大家去看一下到底里面是怎么回事。じゃあ早速行ってみようか。今日好热啊！今天超热的。今日35度です。啊，暑いですね。这里就是他们的门口，他们门口设计的非常现代简约感。我们这次住的房间是在5楼，哇，他们每一层楼的标识也都很有电影院的感觉。すごい映画館みたい。ね、本当そうだね。この暗い雰囲気がね。我们的房间。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房间了，现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拿到的房卡。我们这次是订有吃到饱的爆米花，还有早餐的组合。他们的早餐卡做得很可爱，有一点荧光色，也是现代感的感觉。然后爆米花是拿这一张小卡去1楼的餐厅换，然后是我们的房卡。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房间的整体。其实房间呢非常的小，一进来呢旁边就有一个全身镜。耶、yeah ！而且是镜子很大哎。耶！文章真的很可爱。然后镜子的对面呢，就是置物柜，可以放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这个沙发这些选色都非常的漂亮，很有高级感。然后还有这个照明灯也是。那这里他们就有提供一个热水器，还有卫生纸，还有茶杯，还有杯子。然后旁边还有附一台手机，是可以操作房间，还有内线电话。下面呢应该是冰箱，对，有一个小小的冰箱，打开看一下，也是非常的小，好小。ねえ、ふちゃん。じゃあ、浴室開けていきます。ふちゃん、スタッフみたい。门关起来之后呢，就是厕所，它这其实是一体的。那厕所的话呢，是免治马桶。这里的这个灯我也觉得很漂亮，还蛮适合搭在这里拍照的，因为好像会有很多女生扮女子会在这里，然后他们就在这里拍一些自拍。然后来看他们的备品，他们这里的备品呢有牙刷，还有梳子算基本款，然后吸收乳，还有洗手台，整体都是黑色的，还蛮帅气的感觉。然后呢是刮胡刀，还有化妆棉跟棉花棒，下面就有提供浴巾跟毛巾跟吹风机，还有拖鞋跟睡衣。看一下它的淋浴间，淋浴间是这样子，非常的简单。那他们这里呢也是有附洗发精跟润发，还有沐浴乳。然后呢这个床就是今天的重点了，文当请看那边有遥控。スクリーンが上で下がベッド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じゃあベッドを下げます。这样就可以睡觉。那我要看电影的话呢，再把它往上拉，然后在身体最舒服的状态呢，可以把投影机放下来，放下来喽。
こんな感じで映画とかアニメとか見れます。すごいね、しかもポップコーンも食べれるんでしょ。そう、後で撮りに行きましょう。あ、でもね、アイドルグループのコンサートを見たりとか、ここで集まるらしい女の子が。ああ、それいいかもね。確かにお互いの共通の趣味を持ってね、楽しそう。那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呢，他们的柜台还有给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呢，它里面有 room service， 还有转接头，还有遥控器。那这个包包上面还有 QR code， 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操作 room service， 或者是这个 amenity， 点进去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选。那你选好之后呢，按这里他们就可以帮你送到房间。那有些是要钱，有些是不用钱的。プロジェクターへのつなぎ方、下の方に書いてありますね。就按照他们网页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就好了，我觉得还蛮简单的。今からルーちゃんが部屋の雰囲気を良くするために暗くしていきます。行きます。イエーイ。おお。ちょっと YouTube 入ってみました。お、強烈少女だ。適当にアダーシとかにしてみよう。うん。これで横にしてみたらいける。あ、お、あ。キョン。キョン。すごい。でかい、大きい。やっぱプロジェクターいいね。うちのプロジェクター買おうよ。寝室に置こうか。じゃあ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を見てみよう。全然なんかあのネットの遅延とかないんだ。我们现在从房间出来要去十楼，因为十楼他们好像有 terrace。好美味しそうだね。十階です。あれ、明日の朝ごはん。十楼好漂亮哦，这是室内。那室外呢还有 terrace， 然后这里还有饮料喝到饱，这里有咖啡机，有热水咖啡、热牛奶、冰咖啡、卡布奇诺，还有冰拿铁跟可可雅。我想要喝热牛奶跟可可雅。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茶，像是柚子茶、蜂蜜茶，各种，还有铁观音，有把乐达的热水壶跟烤箱，还有微波炉。然后要去外面的 terrace 呢，还可以在这里拿椅垫跟毛毯，但是因为今天很热，我们就直接出去了。ちなみにどっちも食べ放題飲み放題。我们还点了一杯苹果汁。我们本来想说晚餐要去外面吃，可是看他们这里提供晚餐，感觉很好吃，想说晚餐也来这里吃一吃好了。ルーちゃんの初めてのお使いです。めっちゃぼやけとうけど。ルーちゃんは果たしてちゃんと買う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分担はビール一杯飲んで結構酔っちゃった。アヒージョ届きました。美味しそう。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とこ来たらこういうとこなってはあの料理食べた方がいいね。めっちゃ好香。好香哦。不知道这一道在中文叫做什么，我非常的喜欢吃这种前菜，所以只要有的话我几乎都会点。Garlic shrimp。頑張ってるルーちゃん。じゃあルーちゃんも一個いただきます。Garlic shrimp めっちゃうまい。ね、超好吃。看看エビの味がすごい。ね、しかもプリプリ。ケイジャンライスとスペアリブ来ましたね。香辛料が美味しいね。あ、柔らかい。肉剥がしやすいんだ。すごいね。肉美味しい。これ美味しい。これ美味しいね。おすすめ。剥がしやすいのが一番嬉しい。ね、俺もちょっと行けるかなって思ったんだけど。我们现在已经换上他们饭店提供的睡衣。睡衣其实还蛮热的，所以他们可能房间的空调才会调得比较冷。文章是在喝那个免费可以拿的饮料，苹果汁。これはね、無料で一人一ドリンク頼みますね。那我们刚才还去便利商店买了ほうじ茶ラテ，然后文章还买了一个午后红茶，无糖的，还有买了一个闪电泡芙，文章买了一个巧克力可丽饼。これルーちゃんの。これ文章の。文章はチョコが大好きだからね。ルーちゃんもチョコじゃん。確かに。还有我们当最爱的这个鱿鱼。14袋入りで300円だった。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电影边吃东西来结束今天一整天。明日美味しい朝ごはんがあるので、その時にまた動画撮りますね。楽しみ。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晚安。晚安。明天见啦。拜拜。大家早安。早安。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现在时间是早上9:30。那我们刚才已经点好餐了，等到餐点送来之前呢，这里有很多自助吧的东西。我早上呢最喜欢吃这种谷片配牛奶，有热咖啡跟热茶，还有这里是冷饮，苹果汁、柳橙汁跟牛奶，还蛮多选择的。那他们这里呢也会先送来一盘沙拉，他们早餐好像很好吃，我看很多人介绍，期待。我们点了餐点来的，我跟文章一样都是点这个法式吐司跟蜂蜜，还有蛋跟培根。好，大家，那我们已经吃完早餐回到房间了。这次我们两个住的这间旅馆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到一定要来住。他们这里主打的就是可以住的电影院，真的就觉得很有电影院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以其他娱乐性来说算是没有很丰富。あとちょっと注意した方がいいのが、夜外のキャッチがめちゃくちゃ多いです。なんか朝とか午後はいいんですけど、夜は注意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ここの料理が美味しいんですよ。そう、結構期待し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正直ね、こういうところの料理って。でもスペアリブとか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んですよ。ご飯食べるだけの人も多いです。好、那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バイバイ。バイバイ。歌を、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